小黄瓜的正确保存方式。小黄瓜的挑选与保存方式，或者是正确的 A。吃过都不应该不对了，因为新鲜的话，那个小黄瓜的话，那个整个字会比较凸一点。可是我知道直立冷藏应该是凤梨就倒过来，就像葱一样，葱其实你把它放直的，他以为他还在土里。他以为他在土里，他有喝这么醉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